你看啊，从右下边过来的，你看，让它甩出去，对，右下，然后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出个干，枝干。这个任务咱们完成了，就是知道该从哪里出了。接下来我会画上一个咱们说的花萼，来加一个向下压，来一个啊，一定要放松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毛笔啊，去加点这个。你看，给它长出了这个枝，它是从它这上面长出来的。那这个呢，明显就是耷拉着过去的啊，耷拉着过去比较好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给它营造出一点小姿态啊，就该直的不给它画直，弯着就过来了。或者加一下，上面呢？再来，啊，这个地方也要有向上走，加一个，啊，把这个位置找一找，咱们就在这几个地方啊画画这个叶子，画了叶子之后再去画老干，再去加那个重叶子，哎，我们再往下来，毛笔，侧锋，运笔啊。再来，啊，画点小叶子，画点大叶子，不要都给它画成小小的、碎碎的。你画点大的，画点小的，咱们给它区分一下。那这个地方还是要有的，是吧？小叶子加上了几片儿，你看这个牡丹花头用叶子一衬，多漂亮，美得很。那这个叶子你看顺着这势来了，你要不要周边再来加一加呀？还要啊，加上去，来，再加，让这些叶子也是多姿多态的呈现。咱们再看看这个地方要不要来，是吧？来，给它遮盖一点点啊。让这叶子在上面来一些遮挡关系，对，笔法简单，但是牡丹还是蛮漂亮的。过来啦，小叶子加一加，好不好？然后下边呢又来，你画的这几组叶子给它关系搞得透透的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要加加加上去。你看这个叶子，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细了，就拿毛笔去给它收拾一下。啊，再来了啊，看看这个，说啥也得给这姿势给它来到位了。我们入纸，啊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，入纸青苔毛笔，啊，顿挫行笔，我呢？入纸之后，我的毛笔一会儿青苔下压转折，你在下面画的也是要这样的啊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向上走，来，对，走，啊，不行了，再偶尔的给它抖几下，但是你不要说，我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停，一个杆子从上到下是吧，一模一样，那个也不好。它效果不好，所以我画的这个时候呀，有时候是计划好了，有时候是一边画一边朝反方向走一下。看这个啊，对，毛笔也要给它转折，去运笔。如果说你一笔下去很实在，是吧？柔美的线条就画出来了，但是它那味道可能就少一点啊，就缺乏一点味道。那我们在这里再向上。提一提，啊，再往这儿反方向运上一笔，我再去蘸点水，我再来蘸点色，又蘸水又蘸色，现在每一笔交代的都很清楚，往这儿来啊，
眉笔交代的很清楚，再往这儿走啊，这个你可以全当是他走过来的啊，再向下加，刚才说了想在这儿出个枝干，如果说咱们把这个枝提前出好啊，到时候没办法遮挡了。接着来啊，勾一下啊，小叶筋，把它找到合适的位置。这个叶筋能把叶子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它们之间的关系啊是分不开的。啊，你看再来了啊，这个也可以朝上走，小叶子在这里添上几笔。啊，接着我们再往这儿啊，来向上提啊，这些小叶子我们给它加到位啊，来的不要说过于那个细致，你加叶子的勾叶筋的时候要放松勾叶子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啊，小叶筋一勾感觉就有了啊，再往这儿啊添上一笔，看画叶子还是蛮重要的是吧，水要大啊，水也要有，没有水了你一笔下去都是干的是吧，造型也出不来，那我们在这儿加几笔吧啊，看看啊加到哪里合适，最起码这一关咱们得给它破了。侧锋你看啊，拿着毛笔向下压来，拐过来啊，小叶子让它动起来，再向上走啊，笔尖要去加墨，墨该用还是要用的，那个墨汁该用还是要用啊，这是三片叶。这是我们画了几组叶子，从哪儿来呀，到这里来啊，从这儿啊发过去，然后上面呢也有叶子啊，它这个叶子可不只是说就几个，我看看这儿啊，侧锋运笔啊，拐一下啊，这小叶子你让这些叶片啊来一点动态，我画这个叶子的时候也是每天呢都画的不一样，因为有时候是吧笔的轻重啊急缓呢它都会造成影响的，它也没有说是要必须怎么着画，但是这些淡色的花头最好是围一下，再去加点墨啊，不是不要让这个画面太散，那最起码得有个聚散关系吧，去笔尖去蘸点墨汁，蘸啊，蘸点墨，那周边呢你去加点水，加点墨淡一点点，啊，在这走，好，往上走啊，向上，走一笔，拿着这个毛笔啊，要让它有顿挫关系，你这个味儿的发力程度要是吧，要来到哪一个度，并不是说一直咱们都是朝着一个姿势来。走有轻重，这个也可以来一下呀，哎，它没规定啊是吧，你就是目的就是想让它来一点小姿态，你看这个就挺耿直的就接着呀看一下啊，哎，它脾气还挺耿直的，
在这儿发个小串吧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发个小枝，发个小叉。下面这上面的问题解决了，下面没有。下面呢，这个撑不起来，你看这么多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再看一下，哎，让这些地方啊，它也得有地方长，它不能是啊自己就凭空冒出来了，那个不太合适了。哎，往反方向来啊，就这个，对，要得这样来的啊，这个呢，哦。长一个啊，这个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之后还有任务呀，啊，我们再来画一些淡色的啊，比较淡的颜色。毛笔呢，你去往上加啊，画这个叶子的时候你就大胆果断一点啊，不用担心，你就知道每一个是吧，咱学画牡丹叶子要从哪里来，要长到哪儿去，你叶子的造型不用去计较，知道吧？不用去计较非要这样画非要那样画，你就要知道它某些地方是从哪儿长出来的，该往哪儿长出来的，该往哪儿走的啊。嗯，你不要说是哎，这个叶片我就画这儿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咱们在上面再来个淡叶子好不好？来，淡叶子一夹啊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思维给它放上去的，这个倒是啊，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呀给灵活运用起来，一定要把你这个作品中啊一定要出现你自己的想法啊。他没规定，好比说你说老师这儿我看着有点别扭，我在下面改变一点行不行啊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还特别支持家人们这么做。你这样想的话，你越时间长了，那脑子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开阔，弄不好啊，你来到咱们直播间，你说哎呀老师，我都知道你往哪个地方画呢，比我都行，那多得劲呢，比我都爽快。我们再往这儿啊啊，再伸出来一个枝。所以啊，我不建议朋友们学会，当然朋友们学会之后，我看到朋友们画得好，我也很开心。一定要让家人们学牡丹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给融入进去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教学方式，对不对？拿你的毛笔啊，毛笔用起来了，就蘸点水，蘸点色。啊，蘸水又蘸色，往哪儿加呀？哪里太平破哪里啊！大胆的去运笔啊，因为我们国画啊还要讲究个浓淡干湿。对，我们经常会说，咱们才开始呀，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在直播间一起学牡丹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学上一段时间之后，慢慢的思维就成熟了，我们就敢往周边去想了，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创作了啊。是不是越学这个越开阔，越学啊越舒服。那就关于下面为什么你要去加个花瓣，我也教给家人们为什么要加个叶子，就是因为这儿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必须去调整一下。虽然咱们讲的是吧每天都是牡丹，但是发现没有，这个东西呀，学习的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啊，就特别痛快，也画不够。因为你一旦有这种想法了，好比说让你独立去创作的时候呀，啥时候咱们见面了，咱们就可以不用照着去画啊，好不好啊？你就是像这样，哎，东边加一个西边加一个啊，就是独立的去创作。但是才开始也不要求家人们，因为独立创作很辛苦是吧，还要去想还要去说，咱们就是照着这个来。你看我点一点，对，先临摹啊，一边临摹一边要听我讲，讲的透透彻彻的，家人们学习起来才不会说特别困难。
因为咱们老师们都特别优秀，学一样东西都想给他学透，是不是？哪个老师不想学透？咱都想学的特别优秀，然后呢，还有独立的风格。啊，来一点点，小的啊。对，慢慢这个个性，那共同的共性有了之后，慢慢又该展示自己的个性了。家人们怎么顺手怎么去画，画到最优秀为止。这个你看看，咱们来啊，拿着毛笔，乖过来，勾一下叶筋啊，旋腕去勾啊。咱们直播间有好多老师们都是展示的都是个性化风格。再往这儿啊，来点一点，把这些小叶片儿收拾一下。这是几组叶子？三组，三小组一大组。又来勾了一下，是不是？看啊，勾了一下，简简单单的，好不好？下面呢，我们要来，再来啊，点一点。啊，这些小叶片一夹，这个叶子这时候也精神了，对不对？叶子也精神了，花头也精神了。你好比说这个叶子，你这儿要收拾一不要要。那有也有朋友们说，那老师你能不能把这叶子画的精致一点啊？因为这都已经形成风格了，这样的话挺好。它你看那个叶子的出风的力度比例啊，它也是能够展示出来的，对吧？它不是说很柔软。像下面这个你不想加就可以不给它加叶筋了啊，偶尔的加一个啊，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。就好比说有的地方你还想加花头，还可以去加。我去加个包沿啊。你好比说这儿你想再加个花头，你让叶子挡到，对不对啊？可以灵活的来给它运用一下。再接着呢，我们再去蘸点胭脂，咱们在下面呢给它加个小包牙啊，很灵活啊。过来了，点一下点一下啊，你看加个小叶牙，来加一个啊，这儿也来点啊，把该点的时候都点一个。上面呢也收拾一下啊，咱们任务还没完成，上面也要点啊。接着呢再来毛笔入纸啊，你给它点点大的，点一点小的，不用全部都给它，是吧？点的一模一样，你可以让它区分开啊。家人们一定要一边听讲一边去画啊。在这里填牙，你看这个就不长包牙了，为啥？那一长咱们长个包牙都顶到上面去了，长得还干啥？所以说呀，有时候也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它都得给它长上去，根据你的画面的情况去做决定。